全力以赴向前冲，五位大男孩参加运动实践节目，个个有备而来。陈汉典自认爆发力十足，现场更示范起弹跳力。大家准备啊，注意了，有没有？就。平常也有在跳舞的习惯，然后骑脚踏车等等，做一些有氧运动，所以体力方面应该是还 OK。固定班底除了陈汉典外，还找来胡宇威、柯有伦、李久哲以及姚元浩挑战各个运动赛事，包括篮球、躲避球、田径、游泳、射箭等等。其实蛮紧张的，因为其实我自己平常也非常喜欢运动，然后但是这一次来参加这个节目，听说所有的项目都跟我们奥运比赛所有的运动都有关。大家嬉皮笑脸，嘿嘿嘿嘿，然后在上去的时候，那个眼神就变了。心态是要交朋友，结果他交他的敌人。每个人都有拿手项目，陈汉典擅长弹跳，姚元浩则被看好选秀状元强棒，李久哲擅长举重类，柯有伦则是特技飞车。从小骑摩托车，我练到就是心脏很大，对，那我觉得是体育运动，它是心态是很重要的。节目开录，艺人体能大挑战还没播出，已经是话题。三立新闻陈小倩台报道。